奶粉霉豆腐，都是用这个老豆腐发酵的，夏天呢发酵个5-6天，冬天发酵个7-8天。你看这多么的漂亮，这都长毛了呀。这不是毛，这是真菌，都是有益菌啊。把它放到盆里给你拌一拌。老板你这手速可以啊。对，干了6-7年了，吃过都说好啊。这个白酒一定是高度白酒，给它杀菌增香，哎，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。哎呀，白酒加进来给这样晃一晃颠一颠，加上一点这个盐巴，2勺盐，然后拿上这个辣椒，这个辣椒呢是香的，这个辣椒是辣的，再来上一点5香粉，麻椒要不要来一点？要啊，就是麻麻辣辣，这都是青麻椒。老板，这个回去可以直接吃吗？回去以后要再发酵个6-7天，口味会更好。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回去你也可以泡上油，这样变成就是油香的腐乳。好嘞，就是这样。学会了。辣椒都在里边，快速的翻滚，就是这个小味道。你掉了一个。啊？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就是这样。回去以后啊，保质期能长达6个月，小伙子，放心吃就行了。老板，吃这个霉豆腐有啥好处啊？吃完霉豆腐，霉运全没。哇，这个寓意好呀。就这样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摆得整整齐齐。老板有强迫症吧？这个能不能喝醉呀？通过几天的发酵以后啊，这个酒就全部都没了。把剩下的给你拿袋子装一下啊。好嘞。都是你的，小伙子，放心就好啊。说了你的都是你的。好。好嘞，谢谢老板。